我的欢迎回来啊 ！Oh my god， 我的霸王龙 ，OK， 看一下有几多只霸王龙在。一二三四，我感觉不太够嘞，因为先进这个 boss 有两只同时要打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些霸王龙我是教徒地图搬过来的嘛，那时候全部霸王龙对抗那个 Manticore 的时候全部晕倒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要让霸王龙再培育，生多两三只或者三四只出来先。OK， 等我分配一下这些霸王龙的位置先，全部挤在一堆，很难搞哦。调整一下，我要整齐一点。现在这样子很难算，然后再看看要让谁跟谁交配，越后代交配越好。我不是在意他们血量还有攻击力够不够，我在意的就是这些霸王龙它的那个晕眩度啊够不够高。我先不要弄安出来先，我确定了我要的那个霸王龙数量才弄安。去不到啊！啊，我这样少的咩霸王龙？哇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时候他妈的，原来我带十只，就这样子进场了的，在焦土。雄性，雄性 ，what？ 我不是还有一只虚化的咩？女的绿色霸王龙咩？我没有带到过来咩？哟，我是简介书的 Lucky， 我回去焦土来检查了一下，没有漏掉任何的霸王龙，全部已经带过去了的。就是今天发现虚耗不见了，很奇怪各位。Oh no， 不懂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？恐龙突然间凭空消失，有的话留言跟我讲一讲，我们一起安慰安慰。出去咬了一波肉回来烤，准备一些熟肉呢，拿来培育恐龙，还有带进去竞技场的。现在要准备孵蛋前的东西。等下孵化蛋呢，我决定要抓那个异齿龙啊去孵了。Okay. 不想特地弄一个冷气房出来啊，抓两只冷气龙啊，三只啦，三只啦，三只冷气龙啊，顶他的嘴！啊！一齿龙 baby， let's do this， 一只先，要射头了啊，射他身体了，他跑了，感觉多一只他就倒了。这里有一只，几个等47抓。哦，娘妈那个水质！哎，咦 ？OK， 来，全部追踪，喊着。一二三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还有两只在那边，我巨婴，自己照顾自己啊，巨婴啊，直接来三只，天然空调，啪，只是这个丢两箱水是挡着我的整个过程，哟，允许交配，允许交配 ，Let's go， 靠近点，靠近点，不要害羞。Let's carry， 交配进度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三只孵化到霸王龙蛋没有啊？孵化中 ，nice。孵化中 ，nice。我希望两个蛋哦，两粒都是双胞胎。然后一齿龙很强，一齿龙很好用哦。Aircon 2 Pro， Aircon 3 Pro Max Plus Ultra。我整理一下啦，饲料槽先。OK， 一只绿色，一只白，七分钟留痕，一个熊，一个雌。好的，各位，霸王龙留痕的细节呢，你可以看我上两季，这两个地图呢，我有一直在做比较详细的霸王龙培育。OK， 我一直在家照顾他们，直到这两只都成功留痕了180%再生。我很怕不够那两只 boss 打，你懂吗？小霸王龙出世。留痕长大还要多两颗蛋，最后这两粒呢，我就是没有太过顾虑第几代和第几代，总之呢，生出来就是填补下那个进场的空位。现在带刚刚出世的那几只霸王龙出门咬一咬小怪，加一加一些等级啦。这里这里，不要掉下去啊，不要掉下去啊，一二三四，有一只掉下去了。我下去救他先。
follow me. 三。别得巴郎棒，别得巴郎棒。Go go go！ 找着找着。带他们逛一圈啊！加个等先，加个等先，各位真的很重要。我等下进那个 boss 竞技场之前哦，我会下海一趟，我要去做上一集答应过你们的事，找一只苍龙。OK， 刚刚那些出事的霸王龙呢，让他在这里待着，给水龙兽去加一加他们的经验值。我也加了一些血量呢，让他们慢慢补。现在我们下海，这趟下海呢，我要带十字弓去驯服，带两把啦，一把普通，一把优秀，去射苍龙，咬落爪。水下神仙了，对的，带蛇颈龙出去吧。我为什么带蛇颈龙呢？因为它跑很快，很快很顺，然后又很能打一下。OK， 现在我热个身先，很久没有下水了。哒哒，再跳，哒哒啊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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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喂，一段时间不见又多很多了，那些鸡蛋。电人的 ham， 电人的喊咖令，好像是往这里直走就会遇到一只苍龙。You see what I'm saying？ 三十二，这只32等的苍龙我抓到很心累。一开始射它的时候一切都蛮顺利的，射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的蛇颈龙呢咬了它一口，我那时呢没有注意到，我依然继续的驯服。继续射他，射了15分钟这样子，感觉他要快倒下的时候，他妈的突然又出现另外一只苍龙袭击我，你懂吗？被动，过来 ！Oh no！ 蛇颈龙过来！咦、啊！其实都一直出来了，那可以了，吓到死我！相信你也看到那只被驯服着的苍龙又被蛇颈龙咬到了。过后啊，那只苍龙不能再承受任何的伤害了，于是呢就被麻醉箭射死了。顶他的贼啊，浪费了我半个小时。过后遇到一只十多等，颜色蛮喜欢，我就决定抓这只就好了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，对不对？等下还要打 boss 的嘛吼。这一只啦，十多等的啦。带他离开会重生苍龙的区域。这个颜色不错，好像绿色绿色这样。亚里，巨石杀不了吗？还是苍龙现在已经换了驯服方法，不是射麻醉箭的，怎么不会打这样了、啊？喂，喂，打了是吧？去看一下，不会动了，耶、yeah! ！他妈的都被射到了，耶、yeah! ！现在还带着的是金良安52护甲 ，nice。你看，一在上面就红色，一下到水就变青色，爱了爱了。先进这个地图啦，海底呢还有很多的区域我没有去过，不如我们绕一个圈回来喽。也是先进的最后一个圈 ，OK。用这苍龙啦，我害怕的是精英。目前下来看来看去都是那些很普遍的巨齿鲨、鱼龙、龙王鲸、福分、沙漠、沙漠，看到吧？极蜥、袋鼠 ，around around around around， 哦，精英巨齿鲨，打打打！不要理皮头等，不要看，来。
Good. Let's go. 先进的海底啦跟孤岛的海底啦分别就是先进更宽，生物数量更多，不是生物种类更多，是生物的数量更多，就是巨齿鲨有很多，长龙有很多，蛇颈都有很多，鱼龙有很多，这样子的一个多。哦、oh! ，Hello， 精英长龙哎，精英十六等哎喂，补个血先。哎，喂。Let's do this. Nope.喂，苍龙，你怕我啊？精英的哦，你是？我来了，变过来变，很大只哦。好，哇，老还咬人的速度。哇，很多血啊，苍龙，够不够他打哦？我到底咬不咬到他的？OK，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取个名字了，帮他，苍井亮。因为我的苍龙是苍，井亮是因为这个安是井亮。苍井亮 ，Let's fucking go, boy. A few minutes later， 又唱他妈的嗨，丢拉星，精英哦，这样多精英咩喂，不要这样哎 ，Hell nah。刚刚打完那个血都还没有补啊，这样多精英苍龙啊各位，你们要找珍珠真的要下来这里了哈，先进的话我够了我够了、啊、What 这里就是飞龙骨的海底，下面海底哦都有飞龙骨的设计哦，有没有深海飞龙啊这样的东西，我正在不舍得先进，就想在这个地图带躲一下子，不舍得这个地图，还有很怕下一个地图。我想弄一个防毒面具。OK。Nice。现在有17个恐龙带进去，全部霸王龙，一只女暴龙，一只脊背龙，然后还有谁可以带？南方是进不到场的，镰刀龙。飞龙呢？仙境好像是不能带进去。飞龙只可以在焦土那个地图带，但是也不能进。啊，刘龙哎，刘龙一摘的他就倒了的。中子是也带啊。就是这一刻了，各位，就是这一刻了。先进竞技场传送门。Let's go， 自动补血，自动交。希望进到场，他们也是会保持着自动啦。全部在圈内哦。滚，二一零，自动补，得哈来得哈。哦哦哦，那边，我很卡，怎么这样卡？突然间 ，OK， 谁下降就打谁先。杀那只 ，Medico， 对，咬那只 Medico，go， 咬，不要停，哇，很多，那只救，啊，OK，Medico 死 ，Medico 死，很好，小心啊。追那边 ！Oh my god！ 全部卡着我，去追飞龙 ！Go！对，三千很好。Oh my god！Yes！放水！不要打！放水 ！Yeah！ 刚刚有一点担心太多了哦。Oh my god, let's go. 他们两个卡住了。Yeah! OK, 不要叫了，够了，不要叫了。补血珠不用补了，够了。Let's go, right. Nice. 哇，看看我的那个防毒面具哦，戴进去一下子吧，你看扣了几多。
如果你们正常倍率哦，我觉得要带最少两个或三个。OK， 各位观众，可以进地变了。你们一直叫我玩那个，你懂吧？刚刚回来的路上啦，好像有东西没有跟到回来，我觉得是凶尸 C， 所以全部进来先。Let's gare gare， 到家了，pack好了。Nice， 还有空位吗？还有。Let's go， 啊 ，Manticore 还有这个，好，现在弄一弄相机，逛一逛着。等一下，先检查一下刚刚回来的路上有没有漏了一两个恐龙这样子。是的，各位，凶吃席没有回到来。我跟回去刚刚那些走过的路线，慢慢飞，慢慢找，发现原来被这颗石头卡住了。残暴神器呢，刚刚打 boss 的时候用不着，顺便也拿回家了哈。搞定了他和他，现在我想弄照相机出来拍风景，可是哦，相机那个材料数值目前还不够，需要等。先去准备颜色咯，找一波果实，放炭，放萤火粉，放火药，还有麻醉药，让它随机把颜色煮出来，有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啦哈。看到这些颜色哦，我就兴奋，你懂吗？有一股冲动想画一幅画，各位 ，Let's go break。OK， 我画一幅，相机拍三幅，真的是一年一度画画啊！现在一年一度的艺术表达。这一张，现在我要画这一张，祝我好运。Let's do this。各位要对我有信心，这一轮我的画画比以前更认真。OK， 以前我随便画了，冷静点，还没有画完呢、啊，笑。这里是雪地来的，这里是雪地来的，有点难画嘞。对，这个时候才开始出来啊。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你们明白没关系，用眼睛看。啊，我后悔啊，我有点不想画了啊。有吧，有吧，各位，有 got them right。这个是草来了，如果你不懂的话。草虫啊，平时扒果实那些草虫。爱布林高原，画完总算有一个样子哦，总算有一个样子哦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去看那个树枝 ，OK 了没有？各位观众，照相机。海边基地一张，前面的哈，前面拍到有一些沼泽的 feel， 这样子一张海洋基地，第三张就是拍物质，再过来一点，这里呢就放跟这个一样地点的那幅画，这个，然后下载，看到吧，是不是我画的比较美，比较鲜艳？是不是我的那一个风景画比较有童真啊？ OK， 这里就放我们家。好了，这一幅呢就是海边基地。Nice， the best， let's go， 四幅画都好了，各位观众。Yo, what up? 我是仙境最后一段简介的 Ricky 配音，仙境就到这里了啊。我知道仙境没有什么特别的生物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工具那些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图的风景，那些壮观的感觉。
谢谢大家愿意陪我玩玩那么美的地图。还是那句咯，各位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 like， 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。感谢你每一次很有耐心的等我更新，再次谢谢你们，我们下个地图即便那边见了。